上来，是我拍戏这么多年唯一一次体验到别人对我的恶意。真的，我今天早上过安检的时候，不是那个恶意是加引号的，对加引号。然后过安检的时候，有个小哥，就是安检小哥，然后拿我行李箱检查机票，然后他叫朱一龙，他就抬头看着我，我说怎么了？我说我没有，我。话筒也有一点是恶意了，对。然后他说昨天晚上他去看电影，他说朱一龙，他说我昨天晚上在电影院里骂了你一个小时，今天是带着情绪上班的。对，说你过去吧，你帽子给我摘了。哎，我然后很快我说对，我不好意思，我过去了。然后何飞这个人。